各位观众朋友，真欢喜你半时间来收看这个节目。咱啊，住伫板桥，也是伫板桥附近的人，应该拢知影板桥有一个天主教所设立的中心。这个中心叫做怀仁浙江、浙江中心，怀仁哦，怀仁浙江中心啊，伊的创办者是我。 威力神父，即、这个五威力神父，五神父是比利时的人。伊得讲一句真重要的话，伊讲真正的信仰是应该会晓将公义加伊体现伊出来。 会晓去重视即个公益伫生命中间的价值哦，所以伊讲真正的信仰应该会当体现公益的价值，啊，将公益的真伊讲，给伊响，安尼著是给逐个人听会到公益的声音哦，啊，这非常重要，这拄拄甲最近啊。哦 就法通过迄个叫做转型正义，即、這个拄拄是共款，就是讲，互这个公益的声，亲像讲大钟安尼会响亮，让每个人听到 我伟立新夫，伊是比利时嘅人，啊，伊出世伫即个健前嘅天主教嘅家庭，啊，这嘛是我过去伫咱嘅节目嘅中间，伫介绍，遮真侪做献身、做神职人员嘅人，背景拢甲家庭有关系，家庭嘅爸母真健前，就会培养囡仔对即种。 参乌的献身行列的热情。我威廉·辛福是一九二一年出生伫比利时，啊，厝里兄弟姊妹七个人，啊，伊是排第二个。啊，老爸是一个得做，若像咱咧讲讲做 K 米工厂，因叫做磨袜子吼。啊，即、啊啊這个袜子就是有工厂替因。 替遮的农民去磨啊，将即个卖伊磨啊。好掉，啊，若、啊、用咱台湾来看，叫做美价啦吼，也、啊、是讲美唱啦。我嘛伫咱节目诶中间讲，遮的外国诶宣教士，因拢伫教会伫活动，细汉成长的过程，啊，拢会受到父母诶影响，啊，伫教会嘛受影响。 我为立幸福，伊就讲因爸母对因的影响真深。安尼有技两个里，就讲、是、头一个里地，什物地讲？伫战争个中间，啊，比利时去和德国占去。啊，德国个兵去个是啊，去到伫印度啊，从印度个工厂，即个刻麦仔个工厂，啊，甚至印度个厝，拢去和。 德国兵占去，按一家伙啊，兄弟姊妹七个人，啊，甲爸母，啊，两个人在救救咧，啊，安尼拢总救的人，啊,人就急急啊人，就救伫倒位，救伫因厝，林内底，已经真小真小，救伫迄个灶骹诶所在哦，啊，伫下救咧，啊，逐个伫下生活，啊，村咧拢是德国兵占去的营哦，啊。 德国兵占因的所在，德英，但是因的爸母并无因为安尼哦，显出真无欢喜的面相无。厝内有诶物件，德国兵若要要食，因爸母就款互因食。这我啊，即咱一般的人真歹想象，常常常有时阵会想讲创物件开，因的爸母毋是安尼，因的爸母。 真清楚知，哦，真清楚知，伫好待你列对敌，哦，这是因的爸母在教示，因的，所以因伫细汉的时，直直学习，即个爸母在讲，咱若听上帝，嘛着会晓听人，啊，听人甚水，听什物？听，低德咱的人在听，因才会感觉心内有见笑感。 啊，这是白母第养有囝儿互人知影的一项经验。过来，因嘛哥经验着一项真特别的，第什么？第、就、讲、是，因伫比利时啊，伫个农村的大时阵，定看到一种人，叫做咱咱应该是真熟悉，即、這个名词叫做吉普赛人。 啊，即吉普赛人著是一个游牧民族，啊，世界在漂流，啊，差不多等于无国界共款。倒位会当互因安尼食一个飞机，安在世界流来流去。伊讲达边总人啊，看着吉普赛人来，因爸母拢会创啥物，会款真济即种袂卡，啊，互因来买下。 互因的马仔驴啊食，互因的马仔驴啊食。啊，唔单呢，佫会将马仔啊一袋一袋啊送互遮只吉普赛人，知影因有可能伫路顶会拄着妖怪，所以我为立信服。伊细汉的看着因爸母安尼做，安尼伊就知影，对遮爱送向艰苦的人、漂离世俗的人，爱存出。 温暖的手他接，感觉太。我为了媳妇，处理处为伊家己讲，伊真无爱读册，啊，无爱读册方法，就是拢走去礼拜顿啊帮衬新妇做辅佐啦，吼，安尼就是讲，闹礼拜爱得带媳妇到脚手，拿灯会啦，啊，喷、啊啊啊、什么圣水啦、雷雷书这种的代志， 教会闹得举行丧喜事拢伊真欢喜，因为若去教会地使毋免去读册。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的初期，在欧洲，堂公是基督教会定定派人出去外国传福音，真热情的时代。啊，会去外国传福音的。 就像我伫节目中定讲，因拢一段时间三年、五年、六年，上久的十年，啊，就倒转来因诶教会底下来报告。啊，教会拢会安排哦，你去倒位啊，讲互遐的教会听，啊，信徒会继续奉献支持这种去外国传福音的工作。 所以，伫细汉的时，伫教会伫听听听着，才会对国外倒转来的人伫分享的的故事啊，甚至学校嘛，诶，所以会激励真济青年人真爱踏入即个献身团去外国团福音的动力。我微立新入去伫讲读中学的时，因拢会听到即种的。 故事啊，看到遮个宣教书伫国外所做啊，心真感动。所以伊的心内伫年轻个时阵，心内著有一股热情。有一日，我嘛要亲像因安尼献身去到伫外国，啊，按上届爱迄阵欧洲，拢上爱来亚洲个地区。 阿只、啊、有两个真大个国家真需要人传福音的，安尼著是中国甲印尼。阿伊著真爱讲内当，伊嘛要去一个遥远的东方的所在。所以伊中学毕业了，伊著甲另外七个同学，安尼拢总八个人就入去到伫修道院的所在，伫遐来受训练。伊伫修道院读册时。 因为战争会需要，所以去比利时的政府，达调去做兵服兵役。爱、啊、在部队内底，因为他是修道院的修士，啊，调去做兵的哦。我、啊、这,很这很的真趣味，得到真好礼物啦！哦，这个礼物就是讲修道部队在伊是一个修士，所以再去 拢互伊认真读册，甚至互伊去收院读册。啊，过中斗得爱倒来部队一中间迄阵、那个、年轻啊，伊也无想想济，伊干那想到一项，一项在讲啊，我一方面伫收得伊读册，啊，一方面做兵，伊讲足好算诶。但是伊拢毋捌去想到一人万一然后一日真正爆发。 爱面对面战争的时阵，伊做一个手术啊，要拿一支枪，伊会开枪无？伊讲伊迄阵拢无想到这個，伊感觉讲真好耍啊。部队对伊真好，讲叫伊日时啊，当伊收院继续读册啊，过到当来部队伫下来受军事训练。一九四五年战争结束啊，这我威立新妇。 伊就搁再倒转去到伫修院诶所在，伫遐来继续伊阿未完成诶新学课程、修院规律诶训练。啊，这是一九四五年了，伊就搁再倒转去修院。天主教诶修院训练真严格哦。安尼咱先讲到即个所在，休困一下，才搁来继续。<music> 我头先在讲，我威力神父，搁在当修院受训练。天主教的修院在训练神父，其实是真严格哦，因为严格就是一定爱读真安尼规套的迄、那、落、個、哲学思想的训练，啊，了读神学、圣经的课程，安尼有系统的在训练。比方。 我那答辩革命队训练这，第有时阵会感觉真见效，呃，比阮比我所受的训练，安尼阮甲命讲开，阮的加真肤浅哦，啊，即天主教神父训练的过程真严，伊伫修道院的中间，一定有一个心愿，唔忙有一日也当去印尼哦，伊感觉去印尼？哦 较好诶，一个原因，就是讲比学印尼诶语文，比学华文，比学即种中文，更较容易。所以，伊一直有一个心愿，会当去派去印尼，啊，无拍算是家己派来伫台湾哦。 蒋介石派来台湾，著、就是因为收回。甲伊讲什物？讲台湾即摆真欠人，需要人去斗骹手。伊就来到伫台湾个所在。伊来到台湾，共款甲其他个传教士拢共款，来去学啥？学花语哦。啊，去学花语，伊一直学，伊拢一直感觉。 学单语，华语，对伊来讲真困难。有几呐遍，拢一直在想，敢会当放弃，啊，改改派，申请改派，报告落尾，伊真正是安尼，阁用心留落来。啊，其实后来，伊伫板桥保健诶所在，接触着工人了，伊才发现。 其实语文毋是赫尼困难，若较舌开喙也得真紧会晓。后来伊毋但是会晓伊原来语言德语、法语伫比利时真普遍，然后伊嘛会晓英语，啊，搁再会晓荷兰话，安尼伊大语、法语，学拢讲甲真流利。 一九七一年，伊受派来到伫台湾，迄个时阵，犹阁是戒严的时阵，因为是戒严的时阵，所以就发展一项，伊真敏感哦。戒严的下面，伊就发展一项，台湾人无啥敢讲到政治的问题，无啥敢讲到社会。 无讲伊诶，代志无啥敢讲，啊，毋但无啥敢讲，若有人要讲，边仔诶人拢会惊，会去代伊甲得讲诶人讲，毋好学白讲。所以感觉真奇怪，一个称和做自由诶国家，啊，会得讲叫人毋好讲。啊，后来伊阁了解了，伊才发现有真侪人就是伫即个概念诶下面。 丧失性命，阿那无就是掠去肝哦。伊、哦、感觉伊无法度伫台湾听到即个代志，因为了解上的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不伊来了发现毋是安尼，所以得做一个决定，伊一定要加入国际的协作组織。 啊！咱在国际特下组织，著是伫关心什物，心关心政政治犯。所以加入国际特下组织，有一个用意，著、就是要了解外国安怎伫关心遮个政治犯，然后，伊将所有当得到的资料，要安怎想办法提供给国际特下组织的人知影。即是。 伊在做加入国际的组织，集，一个用伊唔但呢，伊个开始安怎样教伊个信徒。伊教伊个信徒讲一个真趣味的譬喻。伊讲一台车，一台脚踏,踏车，有两个链啊，啊，其中有一个链啊叫做主主“诸比诸仙”。 另外一个链啊叫做公义正义哦，安尼有一个链叫做慈悲慈善，另外一个链啊叫做公义公德”。啊，即两个链啊斗做伙，你讲安尼骑起来卡踏车就会安稳，啊，佮行了会顺速。 汝啊看伊的批如遮趣味，伊是安尼在教信徒。所以伊的教信徒，即、這个讲法的是，第、就是的加深度，讲什么？无干那停止，滴、哦、后心人艰苦，咱来甲伊帮衬。伊意思著是的讲，来去了解是安怎有遮的艰苦，遮的艰苦若是因为无公道的制度，抑是无公道的财务，抑是无公道。 诶，环境诶下面来做成，安尼咱就有义务甲责任，将即个无公道伊修正，互伊好势。伊伫培养信徒一个真要紧诶信仰观念，著是讲咱袂使甲强势诶人徛做伙，因为咱若甲强势诶人徛做伙，著亲像伫帮占强势诶人欺负弱势诶人。 伊讲，咱在倚伫受压迫个人疾病这边，安尼家庭受压迫个人个苦力，得当减轻受欺负个重荡甲压力。一九八三年，啊，伊在甲什物？甲伫工人中学，伊伫工人中学伫遐服务十年了，伊甲当时个总主教食。 燕文即个神父总主教，啊，甲工人中学的校长，诶，兵烈校长，啊，三个人就有即个共同的了解。伊讲伫布吉即个所在有真侪青年人，啊，起来伫遐底做工食头路。 后来，因有去调查整个宝墘地区啊，差不多天主教徒的家庭有七百户，哦，这真济哦。唔过，因拢无受到适当的关心，因为因大部分拢做工，啊，话做粗工，啊，话做诶工是真安尼真粗的一种的工哦，真低层的工，啊，拢敢若做。 啊，拢毋知影到底有啥物通保障因，所以所以伊头一个着组织信徒，啊，去做家庭调查访问，啊，去了解因拄着个困难。后来伊就来成立一个中心，叫做怀仁职工中心。怀仁职工中心就是啲家遮个工人安怎认物，伊安怎保护家己。 啊，知影伊应该有诶福利伫倒，得教工人保护家己。啊，过来伊嘛发现，咱、啊、诶社会对妇女对细囝真疏忽，所以呢，伊成立即个怀仁职工中心，伊就办真侪活动。啊，甚至乎只个囡仔学校下课了，就来怀仁职工中心。 爱找青年人来看看因的课业，啊，这就是教会所在做所谓啊做课业辅导，其实著是对怀孕职工中心来去开设。啊，这拢是伊设立即个职工中心，伊过教家的妇女安怎而新的手工艺，一旦帮助因的家庭生活有搁较好诶收入。 后来伊就安尼一直组织啊，来即、这个浙江中心的人就拿来拿在，逐个人感觉即个坏人浙江中心真正关心着因的生活，关心着因的生存。即、这个我为立新福，伊毋但是安尼，伊个真爱用什物迄、那个磨麦啊机，对咱咧讲啊，做 K B 机哦，即种。 做一个，譬如伊在讲虾物，伊讲你若买下起来，爱着较无磨过，但磨起来，客来食安尼，毋但是真歹吞食，哥会伤着胃肠。所以迄个着爱磨过，磨过了才好消化，着亲像得磨练。伊讲经过磨练，会互咱会信用拿来拿用件，所以。 伊伫教信徒讲恁若要和家己的信仰拿来拿去拿有力，一定爱经过遮的训练。伊著是安尼伫教信伊应当是教一个甚至家己带信徒来参与一项有意思的活动，著、就是反对开教场。 所以，伊若看到遮个外道啦、平湖、金门、妈祖，伫讲着要设立教场，伊足受气哦。伊讲咱会当生活较简单，趁少少钱，但是活出有尊严。但是博缴唔是安尼，博缴就是亲像伫摕人诶钱，偷摕人诶钱。博缴亲像对别人诶落地啊钱地，摕起来我诶所在。 伊讲，这毋但对家己无利，益，嘛影响着家庭，然后长大对生命、甲生活、工作诶态度，这就是我伟立信服。伊参与反教场诶运动，啊，带伊诶信徒安尼伫做。伊讲，无所谓好人、歹人。伊讲，即、这个世间敢若一种人，安尼就是讲。 有认捌，无认捌；有理解无理解哦。伊讲台湾人其实拢真善良，欠缺适当诶开发，这是伊来到台湾一世人诶日，伫关心乐工、关心加阶层诶人，我微立信服，用实在行动带信徒设立即、這个。 怀仁职工中心以安尼的加信道关心，再给改善关心咱的社会的事务，是一个真值得咱家敬仰、孝念的心腹。真多谢你，半时间收看即个节目，平安。